的好热啊，这个爆浆蛋糕买回来好像都有点化了，心疼。哎呀，我急急忙忙的赶回来，他给的叉子我也忘记拿了，幸好我家里面从来不缺这些。夏天吃这种冰镇的蛋糕，真的太爽了。我觉得这种小蛋糕上面的奶油刚刚好。不过有的人特别喜欢吃奶油的，应该就会嫌少了吧。我的生活中有两个特别喜欢吃奶油的，一个是我舅妈，一个是我老公。
最后一大块。下面的皮也很好吃，好，把它擦干净了。这个是我觉得比较神奇的，他说它是牛油果。牛油果呢？它牛油果只有一点点在中间，是那种咸咸的面包。牛油果少的可怜，我的芝士火腿可颂。看到里面的芝士片和火腿了吗？100分。我今天选的两个面包都是那种咸咸的口味。我今天第一眼看到这个毛毛虫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要它，真的超级大。而且是又大又肥的那种。里面的馅料也很足，可惜我妈妈今天出去玩了，她超喜欢毛毛虫，她一定也很喜欢这只毛毛虫。看到里面的馅料了吗？很足吧？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期望。